如果色即是空，你能空的话，不是断灭空哦。然后之后就会体会空，再来这从空出假嘛。等一下会讲到三观哦。空即是色，那不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都是全面平等、积极的，不是非的，不是进入。 这种消极的，这是第一一空啊。五蕴之相幻有，因为它是虚妄的；五蕴之体是真空，众生妄心分别，所以望见五蕴，然后就不安住在真空里面。菩萨用般若智慧照破，所以显真空而亡五蕴。 这样应该很了解嘛？所以这五蕴幻象当体即是真空，你把它厘清，这放下，就是真空。那患有现前的这些幻有现前的时候，真空之理就不见了，就是你在迷呀。当你在运。 这个幻有现钱的时候，你就知道米呀，啊叫米呀，杂染啊。只认杂染，只认米，它就会就会消融掉。然而，我们这个觉性的作用，虽然有这个幻有，不爱真空，真空没有丢掉，它真实的道理也是那样，它是无为法，它不用假托因缘，不用假托因缘来说空。 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它是无为的。涅盘是无为，空的道理是无为的。所以幻有不爱真空，那真空一显，这个幻有之相即亡，你就悟。所以修行里面，你就要知道这毕竟空的道道理。当你这个毕竟空的道理这个理一显的时候，这些幻有的。 执着执迷的其他的这些论点，就都不存在了。这应该是自,自己可以运作的啦，物不由他物嘛。那我们就是你生命在做一些抉择，而这个抉择就是波若波罗蜜，这个抉择是毕竟空的抉择，真理的抉择。啊，这个要有修行啊。 练习应该会这样子去做练习嘛？情绪上啊，应该不会像以前那么波动嘛？看事情啊，应该也不会那么迷惘的，这样钻牛角尖的死，这样死钻那个点，然后内心啊、呃、这样抽痛，<laughs> 对不对？不会吧？现在都不会心痛吧？<laughs> <laughs> 是不是？那我们讲空跟有啊，真空跟幻有，在经论里面他都有给他解释。他说：诸法依因缘生而起，但是无自性。诸法因缘生，就是托因缘而而升起的。 他是无自信，因为他必须托因缘嘛，就不是他自身有自主权嘛，所以他无自信。这就是空的道理。但是这个空不是无间断见之空，并不是说他没有，也不是要否认他，这才是真空。如果你说他、啊、是托因缘无自信，啊，是空，你心里切个他。 认为这些是虚久虚有的，然后不存在的，那个你就是叫做断见。那真空呢？是他知道它空，可是它的存在知道它是托因缘，那因缘是无是非的。我们来说一个物品的转换好了。 你今天早上在家里啊，煮了一锅粥。这个粥是不是托因缘而成粥？就是要要有米呀、啊、水呀、啊、锅啊、火啊，对不对？成了一锅粥，那你没吃完呢。晚上回去啊，这个粥馊掉了。 那、啊、这个收掉是不是脱因缘而升起了？收掉了这个变化。那早上的因缘在啊，周在啊，可是中间我又没有加给他什么因缘，怎么他变坏啦？他怎么变坏了、啊？米啊，水啊，锅啊。 火啊，早上那个四个姻缘都在呀、啊，东中间都没有加，晚上怎么变酸？是不是有一个无形的因缘？所以，在因缘里面，它有有形的部分跟无形的部分。但这锅粥变坏了，它还是无自信。 可以接受吗？可是我们常会认定某一个点，而不愿意去认定另外一个点。所以，如果你早上看到这锅粥，吃了这锅粥，你知道是因缘而起的，托因缘而生起，缘起是性空无自性的。你对粥是不是平静的？晚上这锅粥。 收掉了的时候，你不平静了。我等了，想要做减法。哎呦，那你超生变酸粥，遗憾，那就不空了，就表示你不是体证空的道理，你是借理论来强化空。 于是，当你心不空，粥坏了，好心疼。早上那锅粥真好吃，留恋着早上的味道，想着本来可以这锅粥变成美味的咸粥。这是一个过去心，一个未来心嘛？对不对？那这个上面，你就会发现你有。 经论里面讲，诸法无性而原生，谓之有。它无自性，但是还是有很多因缘在里面，所以它会产生了另外一个有。那这个有，不是常见跟有见的有，它不是你认为它可以一直有的，它也不是真的一直有的，所以这个有叫幻有。 所以你早上那锅粥是空，也是有。以它的缘起法来讲，它是依因缘而生，无自性，所以它是空。那因为诸法因缘生，所以它缘和合的时候呈现象叫有。所以早上那锅粥是空。 道理空啊，它也是有相状有，空跟有不是分开的。那你晚上看到这个变异了的酸粥，亦是空，亦是有，因为它也是因缘和合而酸嘛，对不对？所以晚上这锅收掉的粥也是空哦。 佛法要讲的不是针对相状跟自己的关系，而是在他真实的道理。如果你认真的去了解这真实的道理，所有的相状都不会在你内心产生波荡。佛法的作用是这个，所以你会自在，你会安住于涅盘，而外在的变化这些再怎么变再怎么变，你都不会动荡，因为你看到它的无自信。 看他的缘起，看他的性空，看他的幻有，这样是不是空有的定义很清楚？那回去那锅粥你会怎么处理？嗯，哎，布施啊，对不对？你可能会去做布施啊，就菩萨六度。 <laughs> 是不是就这样啊？但这个物属谁？再来看这物属谁？早上那锅粥属谁？当你吃的那一碗属谁？假名跟我的关系嘛？那锅粥跟我的关系，吃进去之后，到明天它属谁？嗯，他属谁管的？ 哈哈哈属马桶跟水管的。晚上这锅粥属谁？啊？收水桶跟食用它的那那个那个众生。所以你早上的关系法是不是因缘？你晚上的这个关系法是不是变异也是因缘？ 这哪哪个真有哪个真空，就幻有嘛。所以你要拿后面他的答案，也就是前面他之后会走的样子嘛。你要在开始的时候都知道他完整的道理。你如果知道他完整的道理，啊就没有是非啊。你的心是不是平静？你也不会主那么多了。<laughs> <laughs> 就是这样啊。 所以，真空的意思是这样，真空，它的意思就是空跟有同存，它的道理是没有障碍的。它道理就是它是依因缘而起无自性，依因缘而变异，在那块那段时空中叫幻有，就空跟有。 是他实相，其实就是毕竟空，就是真空。这样以后可以看到所有的一切真空吗？我们这这里是不是真空？是啊，还没一起来这里，你根本就不认识这里。离开这里，你根本就忘了这里，<laughs> 对不对？你暂时的存在在这里，但谁要极力去维护它的存在，就因缘。 那这个急力急迫的心就不自在啊，那随顺因缘就自在。这样，这样你会回去看你家的屋子吗？所有人就是会卡在某一个跟自己的关系法的那个我，就是那个我，会让你在这个上面很不自在。 那我们谈到这个空假中三观，刚刚从空跟有，如果你能够一切自在，这里面不否认，全盘接受，而不是强化性的知见，那么就是中观。这是天台中所立的空观，就是由常试之立场。 就是假象，而入宗教的立场去看到真理，这叫空观。我们世间人会有一个共同约定的语词，这是假名嘛？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共同使用的。其实很多语言是后来文字化，最早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 能够汉文，汉文古早嘛无文字呢，对吧？所以一个种族共同使用去表达，它需要透过很多很多很多的很多的约定而成为一种语言呢、啊。那这个这个之后再把文字化，这是这是因缘呢。那我们有常态性的这个智能，大家共同约定认识它。 其实这就是安利假名。那我们要立宗教的立场来了解真理，就是空，这个叫空观，就是你从现象所有一切你的认知点、语言文字啊，所有的地方去打破它那种固定认同的形式，在你心里的状态啦，那么就是入空观。 如果入入空观之后，这所有一切都绑不了你。我们为什么会在语言文字里面起了很多很多的情绪，或是很多对应的那种觉受，就是没有空观。所以你喜欢的人说一句话，好听的话。 你就忙叔叔，你不喜欢的人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就 keep p <laughs> 其实他就是没有空观嘛，不管你喜欢跟不喜欢的人，这个点就有问题了。你喜欢跟不喜欢这个点就有问题，因为他无自信啊，啊怨亲平等啊，只有说。 相应一点跟不相应一点，那众生都有他的路径跟因缘法，所以如果没有你喜欢跟不喜欢，那语言的背后所出说出来的东西，你没有空观，你没有进入宗教立场去了解它的实相，那你不能够消化它，你就会落在。 一种语言文字的模式而有了五蕴，所以如果你真的空的道理的人，大概不大能不大会在这上面有太多的反应。有的人难灾想就好，爱、啊、讲话都是安尼，你会原谅伊袂？哎呀，恁兜阿公那讲话拢安尼，啊，娘讲，啊，阮那、啊、公讲话著是安尼啦，啊，若恁囝讲话安尼，你故接受点了说、哎、啊？讲，哎，哎，囡仔著是安尼啦。 不然，气他，你也气以那公美，比较不会，因为你的爱往下，它、啊、跟你的爱有关系，爱去有嘛，对不对？好，大家讲假观，假观是指不停滞于空而入佛智所造之世俗立场，也就是空观。 你体证空的道理，但你不会把自己一直停留在这个“一切是空”的解释里面，而能够进入到佛智、无上正等正觉。因为世俗的部分是假假有啊、幻有啊，这个部分你也了解，所以你不会抗拒跟否认现象，就是的部分，空观是不是得正理？ 而假观呢，就是看到事，这个理跟事，它都是清净，它都是因缘法。所以中观讲的中道观，不执着空假二观，起大悲菩萨行，这叫中道观。所以菩菩萨不是助于理而、啊、不行事，或是助于事。 哦、看不到理，不是这样。那我们讲啊，三观助于从假入空观者，定力多，遂不见佛性；助于从空入假观者，慧力多，则虽见佛性而不明了。故此二观均为方便观。所以你若。 从假入空观啊，这所有一切的因缘法、因缘法、因缘法啊，这毕竟空啊，这空的道理，你一直在这个一切都空，你的定力多，你可能都不动。可是这个过程会不会需要？需要。你以前躁动，现在暂时不动，让你冷静下来是必要的。但你不见佛性，因为那个是定，不是会。今天上半堂有跟跟大家讲到。 定跟会其实是不一样的，法门都是要先达到定，但是要发会，那个才是答案。不是一直一直讲到我宁静下来、宁静下来服就好了，<noise> 那个还是在法门中使用而已啊。所有一切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入空观不见佛性，但是会有相似相似的自在，这效果也是挺好用的。 住于从空入假观者，慧力多。那如果说这个空里面呢，那看到这个这个因缘法是假有的，它的组织结构等等，这个智慧比较多。虽见佛性而不明了，但是没有办法透彻。为什么？他会把这个相留着，把这个道理留着，他没有办法透彻，因为他没有办法毕竟空。 所以空观跟假观都是方便观，最后要让你进入中道正观，定慧均等，啊、哦，了见佛性。这个时候的定就是无漏定，这个的慧就是波罗波罗密智慧才了见佛性。 所以空假中三观啊，是天台中的观法。那空假中的三观，会归来讲，都在讲这个一心。这心经》就讲这个一心呐、啊。这一心就是能观之心，能观之心就是心王，就是觉性。要干净就叫觉性。 它的作用，上次有讲啊，就是在照相机的功能嘛。这照相机的功能，它根本就没有是非，照出来的东西也没是非，是你有些执着停留了，才不能全面嘛，不能如实相的去发展它变一切的功能嘛。因为你会锁住。那这个一念之心，能观之心。 就是这个功能了不可得。其实它没有是非呀、啊，也不可说。那你你如果于这个一心当中懂得缘修空假中三体，叫一心三观三观，你就是在这个一念一心当中就知道是空是假，不住空不住假，当下安住清静 中道实相，这叫一心三观。这个就是不经过次第、原教的观法，这就是历立根基。同学还是那句，回去试试看。你每一个现前，不要跑那么快，你不要马上啊，这空啊，这假啊，这波浪美赛，不是这样。 就知道这空这假不住空不住假，这是也自己也没在里面，可是也在里面。这不在里面是没有这种我执成分的我在里面，但也在里面，因为这个我也是假名嘛，啊，这是缘起嘛，这缘起就圆满它。那这里面没有施肥，这样不就？ 对了吗？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你就发现一法一切法，因缘所生法，假名假观，一切法一法，这个法就是空，也是空观，那也非一，也非一切，中道观，这内心就不会产生语言文字，那就没有这些语言文字。 这些语言是带引你指指标，让你操作。那这些文字是也是一样嘛？文字是语言象嘛？那这个一心三观是天台宗智者大师，他根据《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上贤圣学观品所说的就是，他是一。 这个璎珞经里面的这一品来立这样的一个修为办法。那我们讲啊，空基本上要离相，因为世间所有的一切，你都会有，你都会有能力，你都会有能力去看到它见分嘛。可是这个相分呢，你就把它摆着。所以，我们修行里面要离相。 所以一念之心就知道，它这只是一个实相的运作，它不是成就一个什么样的相，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那你这个观这个一念是空，那你一切也都空了。所有你对待外界跟所有的一切的运作，其实模式都一样，它没有什么不同。你今天看这碗饭。 来观察它的因缘法，跟你看一坨大便观察它一样是因缘法。它不会因为饭跟跟一坨狗屎，它因缘法就不一样。创造它的创造它的路径跟因缘或许不同，但是它会归宇宙人生的真理，就叫缘起，是不是这样？ 你你看，所有物质是不是都这样？那事事件也是这样。你看所有的一切事件，也是你的意识，它有因缘，它会产生人，跟这个物，跟这个环境里面一个变化，就成就了一件事。有新意识才叫事嘛。如果不叫新意识的话，就是缘起喽，就缘起了。 那我们看啊，就观察这一念空，一切空嘛。那无假也无中，而不空。空假中三观，能涤除三惑之相。空观荡除见思之相，假观荡除尘沙之相，中观荡除无名之相。 三相皆当，即毕竟空。其实你由空观入，最后你也是正的中道实相；你由假观入，最后也是正的空道中道实相、呃。我们来比喻啊，你说这是空，连这个空体会了这个一念的空也是空啊。 是不是？你这个是空，啊这一、个、面也是空，而这个空呢，你能看到这个有，跟你能体会的这个妙，这没是非啊，这也是没是非啊。当你这些了解跟这个运作通通放下，你就不会住在空，不能动。 你也不住，不会住在有而执着，这个时候智慧就会现前，这中道实相，那你就了解那如果你有假观，无法不备，就是观一念之心具足一切法。你看呢、啊？这一念之心是不是具足一切法？那？ 这个作用也是假，那这一切法也是假，那你这一念假，一切假吗？一念假是不是一切假？那一切假里面是不是一切空？因为这托因缘嘛，因为我这个人有这件事，有这时间空间。 所以里面也无空，也无中而不假。因为你在用假观的时候，所以一切都假；你要用空观的时候，一切都空。那你不停留在这个空，就进入佛智变造的世俗境界，就是这个假就叫妙假。 你今你今天能观察一碗饭跟一坨狗屎，这是不是很妙？<laughs> 这碗饭没是非，这狗屎也没是非呀、啊。你又不用把狗屎放到放到碗里，<laughs> 不是这样啊？是你了解啊、呃，并不是你有那个抉择的智慧，而、呃、不是你要错乱世间相啊。 很多人说啊，这个假，那你就错乱世间相啊；这个有，那你要去造作它，要错乱世间相。那个就是不懂因果，不懂因缘。那个我们之后再把这空假中跟因缘结构起来，这样知道吗？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你这所有的道理都是无是非的，都很明白。啊，这个饭有饭香，狗屎有狗狗屎味嘛？这个饭香有没有是非？ 这飘出来的味道，有没有说我要进入你的鼻子哦？你鼻子赶快打开。那这狗屎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说这个这个我的味道是故意要让你闻？它无自信哎、啊，没有这回事。那你会闻到香，跟你会闻到臭，也是很妙啊。这香跟臭，它没有要责罚你，你没有是非，你喜不喜欢或怎么样，这是世俗的。 你会有一个世俗的世俗的这种了知，可是如果这世俗的了知是是是空，而是假，你不着空，不着假，给他处理，该处理。你心中没有产生五蕴，那这叫中道实相。这样听懂？啊，这个饭是可以吃的，狗屎就要给它扫除，这是中道实相啊。那你如果说闻到这个香流口水。 闻到这个臭起嗔怒，那就是你住有嘛？你住有，正确的就是就是去处理它，他没事非的去处理它。那你能够体会的这个这个味道，它叫不同味道。它这个味道呢，它这个味道跟这个味道都是叫味道。那它的代号，这个叫香啊，它的代号叫臭。 文字假名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没事非呀、啊？这是不是中道实相啊？中道实相，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个饭？不会把饭跟狗屎放一起啊？不会呀、啊。这个就是抉择的智慧，这个就是智慧的部分。那你看这个饭，跟看这个狗屎，他心是平静的。 那中观就是中道第一义，中道第一义替观，中即中正，敏觉二边对待之意，就是观一念之心，非空非假，即空即假，称之为中。你要观察空，是不是就空？你要观察假，是不是都假？那观察空跟观察假，其实它也非空也非假，你不着这两边，是不是就是中？ 那不着中，也不去，就是把这个这个不执着的这个去强调。那你强调无着，总是吃还是吃啦？那有人要强调有，有人要强调无，靠边站。 所以啊，三者都绝代，叫圆中，就是中观。不执着空观，不执着假观，空假圆融的大悲菩萨行，就是中道观。这样知道啊？要成佛就是要中道观，是菩萨这样。所以，真正的中道实相就是智慧的部分，它不是语言文字。那你的内心里面会有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探讨？ 跟一个解释，然后再涤除它、荡除它，这就是修行正思维的部分。也就是所有的，呃，世尊所教的理论，他有讲文思修。他这个文思修里面，如果你没有文成慧，你没有思成慧，你不可能懂得怎么修啊。那我们讲啊。 你这个思成会要从文成会来呀、啊，从文成会说听经闻法就是把这个道理懂了，思成会就是把这个道理不断不断的、不断不断把它透彻圆融。那修呢，就是你在这个运作圆融的过程里面，成为你生命真正的形式嘛。 那文思修才会成就，他是解脱的，他是解脱。那你修就是证明，那证明你就会真正产生正确的抉择。其实无上正等正觉，他正确的抉择实相，正确的采取所有该有的行为行动所以菩萨他会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事。 而不是假想的，也不是不能的，但不强调能，也不强调我，对不对？那这是实相明白，你就能完成了。所以理圆融，是圆融，事事圆融。当然，中间理圆融，理是要能圆融，那事事圆融，当然里面理也是具足的。 那世事圆融不是讲我们世间的那种啊哇比较香茗羹啦啊，就要讲哦 c 啦哦哇那难看的后吼哦又人缘足嘿，嘛是咧世间轮回啦，唔是咧讲嘿，知影不？啊，有的人不懂就要强调这个，强调那个八面玲珑，不是，应该是说你在这上面能够圆满之外。 他不留有世间的那种勾结的东西，而且内心是自由自在，对方也是解脱的，而且、啊、就圆融做圆融，大家拢欠你一分钱，那个不叫圆融哎，要做圆融做圆融，大家拢拢对佛法有正面的之见，然后愿意学习啊，心中是自由的，没有负担的，那、啊、么叫圆融，对吧？ 阿尼尔用阿尼阿尼这种表达方式，那个只是在追求事的样子。你自己本身也不自在，你有施施者，你给予什么东西，那是世间的世间人想追求的一种八面玲珑的能力。那個、这个只是假上面做功夫，他没办法逼近空。 这样了解，但是你如果都不能，那问题也很大了，那也不对。我们是要了解，在修行里面，真正要从法门中去得到禅定的功夫。那这个定呢，从免除世间的躁动，也就是心意识里面杂杂碎碎的东西，进入到无是非。 当然，如果能够照次第修持，从未得未到地定，一直到啊所谓四禅八定，最后呢到无漏定，自然会发无漏的智慧。这就是定与慧的修持。那在《楞严经》，佛对于要修正佛的三摩提，也就是。 呃，成佛的这个禅定功夫，他有做一个明白的解说。他说啊，啊，这个如今修正佛三摩提，于是本因缘所乱想，立三见次，方得除灭。佛说啊，如果要得正这三摩提，那你必须在最基础上面去修持。 所以啊、呃，提出有三个渐次的方式，让你能够进入禅定。云何名为三种渐次？一者修习除其助因；二者真修枯其正性；三者增进为其现业。那因为经文很长，我们并不会呃，就是一句一句去去念。 这个佛它是讲到我们生命好多好多拉拉杂杂的东西啊。就像在这个静气中放了很多毒蜜，所以我们要用不一样的汤水把这里面的毒蜜洗掉，再加上杂灰那当然就是所谓。 呃，清除啊这些污垢啊、残余东西的啊，这种呃杂灰香啊，就是香粉呐啊,啊、香泥啊等等，来洗涤其器。先把这个器皿好好的洗干净，后煮甘露，才可以储存。那意思是说，我们呢，其实大家都有跟佛一样的智慧，但是无法显扬出来。 也就是我们本身是清净的，可是装了很多垃圾，那这些残除在里面，一定要使用正确的方式把它清除出去，之后再好好的彻底的洗净一番，然后就可以装甘露啊。那这三种次第呢是什么？第一，修习除其注因，也就是要把它会帮助它。 一直不断累积的这种基础的原因啊，一定要排除在外。那这些东西就是行住坐卧的习惯，这就是行住坐卧里面的习惯。比如，人都是一定会有啊，这个食嘛那住一定会有你要求的条件。行住坐卧，那这些你要。 除其注音，在这里面会帮助你去储存你的一些杂杂碎碎的东西。那所以修行人就是要回到最原始的，比较单纯啊。那当然，世尊在这个《楞严经》里面有讲到啊，对于食上面有比较比较多的描述。他讲到啊，这个五种新菜呀、啊，这些。 都是一定要要去除的，因为人说“民以食为天、啊”呢，一张开眼睛啊，一天就要饿好几次，吃好几次，那这些都是有一些习惯啊，这些习惯可能还不断的累积起欲望，就是引发更高更高的享受，反正会帮助你，会让你不断在衍生出来。 啊，这那种杂染的都得排除。那第二个叫真修，那这个真修就呃主重点了。他说：“哭其正性，啊，枯其正性，哭就是用刀把里面的东西挖空，就是把里面的东西这样挖挖挖都挖掉。那这些要挖掉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哎。” 十恶就是十，我们说十善道，对不对？那我们讲十戒，就是应该要作为你的也要持守的标准啊，这些清净的戒律。那这些戒律里面就是杀、盗、淫、妄、酒啊，那恶口、两舌啊，绮语，还有哎妄、呃、语。 贪嗔痴这些，这些都是一定要排除。这个是哭其正性，就是要把里面不好的东西，你要老老实实的延迟清净的戒律。那这些东西啊，佛不是在讲偶尔的修一修，他说要哭其正性的是勇断，这就必须要非常的有勇气。这是就于我们。 凡夫存在事实的结构而言呢、啊，所以以办法来，把它这些杂碎啊，就是离这些妄啊，然后把这个真实的清净真如显现,现出来。所以要离妄显真，就是要、啊、确确实实，你把这些杂染的都没有了，自然你整个身心都就是。 皎洁如冰霜啊啊！持戒皎洁如冰霜。那这上面就不再提了。回到还是一个基础点，因为我们六根对六尘，无非就是在这个行住坐卧间了。然后呃，所谓你造作出来的就是生口意的这些，那这些要勇断呢。在楞严经，它比较特色的，它不是讲杀。 为第一，他讲赢。他主要先讲赢。开始，因为啊，众生之所以轮回啊，以赢正其命，就是有父母交媾的这一件事实，让你从中参与了，所以你就会有父精母血的这个因缘，所以你再来了一世一世不断的再来。 所以这个永断迎心呃，当然第一开始先抓这个念头，这是欲望。那欲望的部分呢，如何去让自己很明白的去看到？那这修行是要相当相当辛苦的。那有些因缘上面的呃环境上面的上面不一定能够圆满。 所以在菩萨的戒里面，对于淫这个部分啊，是有它特别的、不一样的开始，那这个部分呢，并不是我们嗯可以用语言文字去规范它什么叫对跟不对那当然戒律很细啦，这在此不谈这个。在讲到说是，所有要永断杀盗淫妄酒。 基础上都都是勇断，今天要把它刮得很干净，是要很有勇气。呃，光呃任何一只啊，都是要有它很严谨的、呃、自我回光返照的力量，也就是你真的要去看到。那如果你能够对某一支有它很深切的。 这种意图想要去修持它，环境啊会慢慢、慢慢呈现那个圆满。那你可能会觉得，是真的可能吗？好，初开始，比如说你说你要修持杀，打比方啊，那你要不杀，这不杀，当然开始就是以主动意愿发生歼灭对方的。 这种杀的意图，这、就是绝对要明除的。那之后还有涉及到众生的类别，所以你不杀是不杀什么？那有一些呢，你是不是又很习惯性的产生要要要歼灭他，或是让他不存在？那这个所使用的办法又是如何？有没有涉及到危害他的生命？ 那这是有所谓类别上面啊，那之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误杀问题，对不对？是不是会有误杀？那这个误杀就没有动到杀的念头，但是他事实上还是让对方殒命嘛？那这些都有层层的细部啊，那只是说我们要永断永断这些。 他必须要经过相当认真的思维，那这个我我相信修行多年之后，每个修行人都有他经历的一段经验那你在杀上面可以免口上面可以自我控制，那还有一些念头里的东西，他可能。 就没有那么容易贪、啊、呢，嗔，痴，啊，那这是重点。第三叫增进，为其现业。那这个为其现业，就是他目前，他目前所可能造作的造作的东西泯除之后，还要增进，增进他的功德的这个部分。那。 增进什么东西？那为什么东西？为就是为逆，就是反方向。反方向，它不足的要去补。我们错的一定要修正，但不足的一定要去补。修行常常是回到原点，然后不足的部分是不怎么去思考它的。 过头的部分懂得去消减，但是不足的部分并不懂得去补足它。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其实常常有这个盲点，对不对？啊，因为你会看到过头的东西啊，这个过头不好的，你可以用戒律来评估，所以知道不好的东西我要消去。那不足的是什么？ 其实你看，你生命里有很多不足，看不足有一个期待心，那个是一种跳场式的期待。啊，这我都不会啊！啊，算了，反正我都不会他就没有发起那个精进力。我们上次有讲六度啊，他没有发起这精进力，所以为什么福慧两足尊呢？ 有的人，有些东西一直是缺着的，我们。